老二啊，靠啊，靠边啊！大拍摄啊，我爸有小可失职，卖啊个歹啦，拜托一下。阿伯啊，拍摄你唔够闪诶！对，你找啊。孙啊，我看你安尼，逐天带恁老爸来安尼，嘛无啥好啦，啊嘛真侪工人吼，反正讲哦，安尼大家这样过嘛危险啊。还是讲我有熟识养老院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安尼敢好？注意，我爸教我一个后生尔，我是无可能来送养老院啊。唔，别这人哦，反映孙奶老爸的代志啊。啊，孙奶老爸哦，老人痴呆症真严重。孙阿甲我讲，我老爸只有我。孙阿常来甲我讲，我老爸哦，给我性命。我袂当解放咧，唔管。每一个人拢有权利保护伊所爱的人。所以讲，在座对一个员工，讲妈讲孙啊，无适合伫咱公司诶做，请下手。老二啊，靠啊，靠边啊！大拍摄啊，我爸有小可失职，卖啊个歹啦，拜托一下。阿伯啊，歹势，你唔着较闪诶！对，你找啊。孙啊，我看你安尼，逐天带恁老爸来安尼，嘛无啥好啦，啊嘛真侪工人吼，反正讲哦，安尼大家这样过嘛危险啊。还是讲我有熟识养老院，我替你介绍一下，安尼敢好？注意。我爸教我一个后生尔，我是无可能来送养老院啊，多谢你好意啊！而且我老爸，我爸诶，注意歹势，我先来找一下我爸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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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。走一堆，爸！爸！爸！对啊，你哪有这只？今日叫恁大家来这开会哦，是要讲孙奶老爸的代志啊。因为这人哦，反映孙奶老爸的代志啊。啊，孙奶老爸哦，老人痴呆症真严重。孙啊，逐天爱带老爸带来公司，也造成公司真大的困扰啊。孙啊，甲我讲，我老爸只有我，我嘛只有阮老爸。进前真侪公司要请孙啊去，孙啊伊无来，伊讲伊要来咱公司就近照顾因老爸。孙啊，常来甲我讲。阮老爸给我性命，我袂当家放咧唔管。每一个人拢有权利保护伊所爱的人。所以讲，在座对一个员工，讲妈讲孙啊，无适合伫咱公司诶做，请下手。